混账，你也算是科学家？现代的白垩纪是我一手制造的机器人世界。混蛋，你也是我建造的机器人，你应该对准他。向こうに何があるのか誰も知らない過去の世界か身份不明的旅行者出现在亚空间，故事就从这里开始。紧急出动，对付新的敌人。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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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间的恶魔给他灭死，彻底灭亡了。可是时代战士并没有放松警惕。为了对付新的敌人，可赛瑞开始了紧张的训练。再来一次！哎呀，是呼叫声。把这个小东西安在我的身上，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好了好了，做成了。毛利，干劲十足啊！你是练什么功夫啊？你别管，你来，你看看我这个，这个怎么样？把它挂在脖子上，你看看，这是什么呀？这是。对对，你到那儿看。躲开点，躲开点，躲开点。好好好。怎么搞的？这是干什么你啊？告什么名堂啊？这是怎么搞的？哎呀，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了？你怎么了，猫丽啊？增幅机的方向出毛病了。什么？消耗十倍的能量，就会出现十倍的疲倦，这是气功的缺点。你这个发明不怎么样。我再给你试试。你算了吧，算了吧。算。出什么事了？走，到时间码头去。可是人太多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太乱了。我是自愿留在地球上的，想成为一名时代战士，真的，确实想驾驶霞光号参加战斗。我也是这样的。
紧急出动。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心都要静，这是对于科赛队长的要求，也是科赛队长应该努力做到的。你有义务、有责任、有能力做到，不能动。班长队长，哦，科赛队紧急集合了。麻了，现在已经查明，偷偷开往亚空间的旅行者是时间工学博士迪村，这是个危险人物。他在信奉科学之余，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没有人类、只有机器人的文明，说这就是他的理想。这个博士发现小石头出于中生代白垩纪，在石头中储藏着惊人的能量。这个石头叫微微，很遗憾，微微现在已经把它的能量全都耗尽了，已经和普通的石头一样。我请求再次把我送到白垩纪去。你是去采集石头吗？采集回来以后打算干什么？我打算把它埋在我研制的机器人中。微微是一个超大的能源，把它安装在机器人脑中，这就是我真正的理想。我不能允许。迪村博士的理想是建立在给人带来不幸的基础上的，我不能允许。目标时空城属于中生代白垩纪，位于欧洲大陆东端，以十九号部落为中心。发动机启动，发动机启动。科赛队抵亚空间要走将近一亿年的行程，这对于重新组合起来的科赛队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微微，等一下，我把你放在和你一样大小的机器人中去。时间冷静，请把时间冷冻起来。怎能让微微遭到破坏而让下等动物存在？抵达十九号部落上空，没有异常。好，进行超低空侦察。明白。是迪村博士的时代机器。你给我全力迎击，闪电二号掩护。他们外强中干，我一个人就干了。微微注意，以后的事由你来办。好不了，迪村博士，奥利，不要追他，你
起追敌人，不如保卫部队的安全。明白。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那我就进去了啊。哎，这是研究室吗？哎，没人。哎，这是怎么回事？迪村博士为什么把这个部落都变成制造机器人的工厂了？哎，啊，哦，你是真人？哦！你是什么玩意儿？时间冷冻机，注意，有人进入肉眼看不见的门框了。你要干什么？我是薇薇，被迪村博士装入机器人的薇薇，我要杀了你。不需要人，博士是这样讲的，所以现在我要杀了你。我有回去工的机器。什么？对对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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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真不简单。还会有吧？走。薇薇呢？啊，毛里。毛里。你看。别摸啊！时间冷冻枪会把你关在肉眼看不见的时间笼子里去。搞什么名堂？只要不抓住博士，这些人就不会动。混账！他跑哪儿去了？这是，嗯。到哪儿去了？你们还在发呆呢？部落的十七号遭到了野蛮的袭击，全体立即开往部落十七号。等一等，你给我等一下。哎，是十八号部落。我们和研究所的人们都死了，时代战士，快来吧，快救救我们吧！迪村，你是科赛队长吧？辛苦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研制的时间冷冻枪。这个枪不仅可以使时间停止，而且使它的功率可以加到最大，并以惊人的速度加快时间的进程。你来看。败类，你也算是一个科学家吗？哈哈哈！告诉你，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文明。现在，我要使白垩纪变成机器人的世界。你闭嘴！
早点出动吧。霞光一号十八号不能去，闪电号去十七号。队长，我呢？你嘛，毛迪，你在十九号部落看家。你这个队长真讨厌。闪电号、霞光号，还生气呢，队长？我生什么气呀、啊？好，我重新下达命令。什么？我们准备消灭他们。注意，剩下的那个队员虽然不好对付，交给维维去解决好了。我是看家的，但是我不要报酬。闪电二号出了点故障。休息吧。无异常。微微不在了。队长，微微还活着。毛林，我的机器人是不会死的。将时间冷冻枪的马力开到最大限度。微微，接枪。微微明白。完了完了，敌人出现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你给我车子，赶快行动。毛利危险，明白。人间大炮，一起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人间大炮，放。微微，敌人在那儿。迪森博士，我要首先杀掉你。你不是说人是没有用的东西，要把人都杀光吗？混蛋！我例外，我例外，对准他，对准他！机器人是严格的执行制造者的命令的，这个你知道。别开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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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开枪。可赛前来拜访。呀，哈，啊！
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哎呀，可飞，可飞，给你枪。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现在要用我的绝招了。这，哎呀，新可赛初显身手，部落的人们也都慢慢的苏醒了啊。周和特兹干得不错啊，干得不错。啊，他下到那里也帮了大忙了啊。为什么我一在关键时刻就不行了呢？